你你叫也没用，来嘛，我就今天站着，我看谁敢动你啊！那你们看着我来，你来，你我后面站，来，还有你，我看谁敢动我，我就坐着，我今天就坐着。今天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我们先上车。上车三万单没货了，来，今年又生产了三万单，给我先上车，我先卖货，我卖货了，不要你卖，我卖货了，来，看啊，再来一个，这是上面带肥皂的，要高个的来，我看今天谁敢动我，兄弟们啊，看，三哥这是拼的什么？再等一下来，来，就你，你看，你看，那没看到人啊呢。啊，兄弟看啊，那可、啊、谁敢动我试试啊？兄弟看啊，上次一上万单直接没了，就是拔腋毛的，女生都知道，舒适的买，他们买是异常的舒服的，日常159，你看这上面带这个的啊，来，对，我给你挂个气球，来，气球拿过来，你再把那句话再说一遍，最后一遍，来，我先等一下，我先卖货，我现在卖货，谁都别，我现在卖货不要动我，回来啊，啊，兄弟给兄弟挂个气球，啊，带点水，看啊，看这有多轻浮，你看。好，可以了啊！哎，很多人就怕刮流血，你看气球刮完了，是刮完了，给我看到了。OK 啊，上次卖了三万单，今天又给兄弟们有库存了。好，今天加一个，好到头了，两个到头了吧？一个到头，两个到头，再来一个到头，再来一个刮的，就是把这个塞进去。不，切什么刀？这个是立位的刀。这切什么？轻便刀，轻便的，再来一个修眉刀，再来一个包装，啊不，这是包装啊。今天再想一个直播，还是这个价，上次三万单直接没货了，准备抢69，一次喊156，今天抢对对对，好了吗？哎，把你刚才的货，我今天看谁来试试，说什么说什么，今天谁动一下试试？不是谁什么？我现在就我说今天谁动我一下试试，谁刮我一下试试？啊，我今天来来来我真的我这说认真的啊。试试就试试，那你不能讲这句话啊！谁动下试试？你动，不讲这句话，那试试就试试。来，你们动啊！来，你们几个来，欢迎开车干灯，光你一个试试就试试。哎，你这动，来，喂，这个干嘛呢？啊，等着，谁干的？腿啊，腿带动，哎，你带腿，哎，是不是？这个当我以前怎么对你，天天给你放红包，你们俩不知道呀？啊平常我怎么给你放过了？我已经跟你讲过了。小龙，你是我助理啊，那谁不搞就谁自信。谁不弄谁自信。平常你说说，人事，人事我已经说过了。今天为什么？我说了算啊，我是认真的啊，你讲。我说算了，算了，好吧。别，真的，好吧。我娘死了呀！娘死了！你干嘛呀？来，别动！叫，来图，再来一个，来，小龙啊，来你来，我平常怎么这么对你？我平常怎么对你？来，图再做，你行了吧？好，你呀，你别回。什么叫不义剐伤？看到没有？啊，看一下，真的非常不错哦，非常不错。我没有毛，我昨天我就知道要卖这个车，又把它刮的，我已经让我媳妇给我刮过了，不给大家刮不行啊。我已经刮过了，兄弟们看，已经一点都没有了。那我提前已经刮了啊，兄弟们啊，日常价就这玩意，
女生在我直播间，女生很多人都买过，它上面有肥皂的，不仅可以帮你清洗、润滑，可以直接哎，它因为有个罩，有个罩，哎，你用的时候你看，它这个会往里面缩的，日常价159，这两个头的，今天两个头的，再给你加一个这个，来给兄弟们上舞台平板，来给兄弟们上舞台平板，直接上69是吗？69，今天才这么多，三个刀头，加量不加价啊？三个刀头，一共是三个刀头吗？我的妈！上面自带一个，再给大家加两个，再加一个。你去他们店铺看，这一个刀头他们都卖多少钱？轻便刀头，一个就这一个头他们卖多少钱？这一个头他们卖39，就一个头，因为它上面有罩，有香罩啊，都能用起来非常方便。八道超微钢丝护肤，我给大家看看为什么它这个不容易刮伤啊？你看，有看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有一个平板上去了吗？平板上了啊！八道超微的钢丝护肤隔离。隔离网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就是让你不容易把咱们的那个皮肤刮伤。上车，上车了！把那个一个酒给我拿来，啊，把这个拿来，再把那个黄头罐头拿过来。刮小白龙，小白龙也没有毛。把天齐，啊，天齐来一下。天齐在直播了，好像。直播了吗？嗯。不直播的时候来一下。小王，小白要喝点。喝好啊。怎么样，喝点？来喝点，喝点。来喝点啥？小王来。可以喝。来给。开吧。不能喝。千万不要喝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不能喝的。哎呦我的妈耶！强爽，是吗？最有强爽，兄弟们，最有强爽，这个东西，是吗？我的妈，龙傻，你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可以吧？可以，小心一点啊！因为这个兄弟们，我们这个搬到楼上的时候，强爽兄弟们，这个玩意搬的，这个玩意搬的。你看，虽然你看它，很多人喝过这个酒的看到你八度，但是它非常上头。兄弟们，我建议不要一下喝两瓶。喝多真上头。你是我那上次是搞的就是这个是吧？就是这个，是不是就这个？嗯。这个兄弟们，真的啊，不能喝多。你是喝过来都知道吧？是真是这样，非常上头，真是这样。我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回事儿？搬的时候能不能好好搬？你看他放心吧，这有时候他们搬有失误，但是我们开下来马上一个月再重新开，好吧？又肯定不会出现问题。给我拿烟，小张这边啊，今天再想个直播间，我先说你别开了啊。对，不会开。你看啊，强爽，真的非常上头，兄弟们。你看我们叫外卖啊，这是我们叫外卖叫的，多少钱？看几瓶啊？看8瓶，看多少钱？看多少钱？我的妈，93，93，8瓶，10副94啊！很多男孩子10副94，兄弟们，我很多朋友跟他哎跟一些啊，我的朋友跟他们。跟女朋友一起出就喝这个，啊，2瓶就上头了。这个酒真的非常上头，就喝过的人就非常上头。我不骗你们，我喝过，我平常喝啤酒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能喝10瓶，但是我就当时我现在不怎么喝了，我喝这3瓶喝的头就晕了。啊，兄弟，所以你买回去不要跟女朋友喝，不要一下子喝4、5瓶，真的很上头的啊，非常上头，不是一般的上头。为什么叫强爽？就是，好吧，相信我，千万不要，兄弟们，今天上头啊！刚才我们看我们叫外卖。8瓶就卖了，就93块钱。今天想喝几瓶？哎，小心点啊！这什么口味？这是柠檬是吧？啊，不同口味，一共几个口味？白桃。5瓶，6瓶，7瓶。哎，几瓶了？6瓶，7瓶，8瓶，8瓶对不对？
刚才我们叫拌面多少钱？刚才我们叫外卖叫了八瓶，94.2，九十多，九十四块二，九十四。来，小杨同学，再给你来一个气泡水，气泡水一瓶，两瓶，三瓶，四瓶，三万单啊，五瓶，六瓶气泡水，放到这儿，八瓶强爽，多少钱了？放家里冰的可以啊，一共是十六十八。14瓶，一共14瓶，上车。